Alright guys， 欢迎回来 Rock 的频道。时候又差不多了，就最近的温度呢，大概都三十好几度的样子，没有办法在短袖外面再穿别的衣服了。那正好趁着这个时候呢，在我把长袖衣服收起来之前，跟大家稍微总结一下我的极限balance，我自己这一段时间穿下来的一些感受啊。首先还是要说明白一点，我默认大家都是对 balance 或者始祖鸟这品牌有一定的了解，我不会做太多的品牌介绍啊，还有一些背景故事的一些讲解了。我这极限balance 都是去年买的，所以说奠定 balance 这一个视觉基础。或者说是品牌基调有 Harrison Hill 他的功劳，真正让他走进我视野，令我感受到他这个品牌美学，他的设计感这方面的一些感受呢，还是在 Takakasuga 上任之后的这个阶段。那么针对我自己那几件呢，基本上都是春夏季的单品。大家也知道，就是你看在广东，就现在这个时候，我已经穿不上春夏季的单品，所以更别说秋冬那些有任何甜棉啊夹层的这些单品，就是对我来讲穿着的机会太少了，然后这个性价比会显得比较低，所以我一般入的都是他们的秋冬季的产品，但不排除未来真的也有可能会去考虑入一些棉服吧，羽绒的话还是不一定，或者说多合一那些我觉得还是不会考虑，尤其是大衣，但是短的棉服我估计还是会想要入一件看看的。但首先就着我自己穿的这段时间这几件春夏的单品呢，给大家做一个小的总结和分享。那首先就是这件 Demlo shirt， 它全称应该叫 Demlo overshirt 啊，我是回购了一件，第一件就是这件黑色的啦，当时它是打折嘛，入下来的价格是2000多点这样子，我觉得还行，在 Anonymous 入手的，他们经常有折扣，但是要快手一点，不然会码数断得很快。关于这件衣服，其实我已经很具体的，在我刚入手的时候，就是去年6月份的时候，有618的一个购物分享，我已经分享过了。那么还是简单跟大家汇报一下我又回购的原因。我这个是去年年底跟其他的单品又是一起在打折的时候入的，因为打折比较划算嘛。像我这种穷人家的孩子没有办法原价买。这 Demlo overshirt 呢，它是非常薄的这个防水破的衬衣，它表面是有这个 DWR 的防水涂层，整体质感呢可以说是非常透，然后同时剪裁也非常好看。那么上身效果呢，我这件黑色是 S 码，然后另外这边这个就是 M 码，大家可以看一下。尺码的选择，不同的尺码在我身上穿上的效果大概是怎样的。然后我个人觉得，就是如果是大家倾向于购买 balance 偏正装的款式哈，比如说西装啊、衬衣啊、西裤啊，或者是这一类型的单品，还是尽量挑合身的尺寸去买。如果是比较偏运动型的，比如说冲锋衣啊或者外套这种的话，我觉得稍微有一个码数的偏差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这是对于上身效果来讲我个人的一些感受。不知道这件衣服你们会给打多少分。这件衣服我为什么回购呢？其实我觉得它主要就是方便差旅出行，因为它叠起来真的非常小一件，然后并且它防御性又挺好的，然后透气的同时呢，也有一定的防风防水的效果，所以说还是挺适合大部分的使用场景，就是我相对于我日常出门在城市里来讲的话然后包括它利落的剪裁什么这些都不用说，都是 Balance 的招牌了。最重要的就是它没有任何的品牌标志，没有任何 logo， 我不希望别人看我身上的单品会通过 logo 来判断这个人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还是希望通过单品本身去表达自己的一个穿着的态度吧。当然 Balance 整体的设计语言呢也都是这种比较素，然后比较靠剪裁和版型，然后还有颜色去做这一个单品的质感，并不是靠它的一个大的 logo 去做辨识度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 Balance 这个品牌其中一个点。然后像这件 overshirt 呢，它在像类似这样的天气呢，偶尔可能还可以做一下外搭，然后如果稍微冷一点的话呢，它做内搭也很好看，所以说它的搭配性也是挺广泛的。那么其实很重要的还是因为它把鸣鸟那方面的这个三系的功能性呢，添加到了都市的日常服饰中吧。这也是 Balance 的一个算是核心理念吧，就是三系功能的这种都市日常的服装。当然现在不仅仅局限于西装衬衣这些正装了也有一些比较休闲的一些款式，好比这一件就是这一件也是去年的春夏款，它是叫做
Nemes Jacket 这一个款式呢，其实也算是它的现在的一个定番款式吧，每一季都会出，然后当然颜色每一季都不一样，就算是比较跳的颜色。它的官方名字叫做粉砂岩，它袖口的这个设计呢是有一个多角度的半圈的一个弹力螺纹，然后这样子让你的手掌很舒服。哦对了，我这一件外套就不是合身的码数，就不是 S 码，而是 M 码的，但是日常上身的效果呢并没有觉得它不合身，就主要是我觉得可能还是因为它是一个比较休闲的款式吧，它不会像衬衣那么的一板一眼，所以要求一定要合身才好看。外面有两个拉链口袋，同时呢里面的内侧也是各边有一个大小不一样的拉链口袋。不过这一件呢它不是多层复合的面料，它就是单层然后做防水处理的面料，日常我觉得防风防水性肯定是不用说蛮好的，并且它穿上身呢就感觉给人感觉很正式，尤其它的领口拉起来之后它是有一个小小的这种矩形的一个开口形状，就让人觉得正式的同时呢不会显得古板，整个袖子的裁片也都是这种不规则的多边形的裁片，当然袖子也是这种弯刀，有点弯刀设计，不过它可能材质太柔软不是很看得出来。然后变成这件衣服呢是我都去年年底买的嘛，然后春节过年呢回家陪长辈的时候我穿这件衣服感觉还挺讨长辈喜欢的。但是有一点就是如果你驾驭的不是很好，或者说颜色没选好，不像这一个这么活泼的话，可能会显得有点看起来像个老干部，像个村官，这是需要注意的一个情况，就是还有一点点考搭配。虽然它是一个比较基础的款式，但是就是因为太基础了也很难摆脱为了之前给人的这种刻板印象。哎，就是中年发福老干部，我不确定这个算不算标签。当然现在塔卡苏嘎我觉得他有在慢慢改变这个刻板印象，包括整个始祖鸟的品牌也现在开始慢慢想要有点出圈的感觉，有点想要往年轻化去走，但是目前还是一个比较尴尬的阶段。在我看来三系和功能性方面呢做的感觉有点玩不出什么新花样，有点疲软，但同时你要往年轻的路线走，想要走点潮流的感觉，但是好像他们也并不太懂这一块所以只能是靠跟一些品牌去联名，但是目前出来的系列我觉得都还有一点不是很挨得着边啊。但是接下来会有几个联名我觉得可能可以期待一下，这个我们等会再讲。那么这是这一件 Nemes Jacket 我是还蛮喜欢的，就是前段时间吧天气稍微凉一点的时候我着用频率比较高的一个单品，整体效果上身还是非常舒服的。不知道这件衣服你们会给打多少分，那我也经常会 Demlo shirt 穿在里面，然后外面搭这一件 jacket， 我觉得也是很好看的。不过我在日常生活中呢其实会尽力避免一身都是同一个品牌，这样我觉得会有点太无聊了，就穿的好像一个品牌的模板，像一个店里面走出来的模特一样。我会尝试去搭一些更多其他的不同的方向的牌子去混合 mix 一下，这样我觉得会稍微有一点自己的态度吧。接下来这件呢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件，都是同一季的，然后这件也是 M 码的，它是叫做 Agent Comp Jacket， 那它就是 Gore-Tex Infinium 的膜材料去做的一个相对于前面那几件来讲防护性比较高一些的这样一个短款的风衣吧。可以看到后面呢它有这一块的颜色跟其他部分不一样，也就是说它这一块的面料是另外的一种，它比较像刚刚那一件 Nemes Jacket， 这样看可能会明显一点点。它为什么会有两块不一样的面料，就是因为上面这一块它是有 Gore-Tex 的 Infinium 去做一个压膜在里面做多层的面料，后面这一块颜色有点不一样的这一块就是单层的，没有去做 Gore-Tex 的防水，所以它不是一整件全身都是用 Gore-Tex。 其实对于这件衣服的定位来讲它这样的一个配置其实完全足够的，就像我前面说到的它其实是给你一个城市日常的轻度防水，它并不需要把真的三系那一套完全照搬过来，具体还是要看你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场景里面到底该怎么使用它。对于我它算是一个一年四季都可以穿的单品，并不局限于春夏大家也知道广东的温度会比较热一点点基本上没有什么春秋可言了，现在已经可以说直接进入夏天，所以最近也比较少穿到它但是在早一阵子呢我其实还蛮经常穿这件衣服的，虽然没有遇到特别大降雨的情况，但是大风的时候还经常有，它的防风防水性还特别好的。因为这件也是 M 码嘛，稍微宽松一点点，但是这种款型的衣服买大一个码其实跟衬衣或者西装什么的不太一样，它上身效果不会觉得说大了一码很不合适，其实还蛮舒服的。而且我还挺推荐像这种衣服的话大家稍微买大一码没有关系，里面可以穿多几件不同的保暖层去做一个层叠，其实也很舒服。那并且它自己虽说加了 Gore-Tex，但是它的面料和内衬呢就是灰色这一块都是一个比较柔软的质地，所以其实它
不是那种我们想象中的硬壳那么硬，户外冲锋衣走起路啊会夸夸响那么硬，没有那么夸张，它其实还挺柔软的，所以它拿来做内搭也可以。像我前一阵子那条影片就试过把它穿在 J68 里面，其实我觉得也挺舒服，因为其实他们两个都是 Gore-Tex Infinite 嘛，所以没有说谁在谁外面会比较好，都一样。如果把它穿在 J68 外面也可以，其实差不太多。那么你买 Vans 的衣服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衣服袋子，就 Vans 吊牌做的还挺用心的啊，这是买他们服装的一个算是一整 set 的样子。然后其实还有条裤子，对，你看现在的样子是我把它内外反过来，所以你看到全部都是压胶的缝线。那这个裤子的名字叫做 Convex LT Pants、它也算是一个比较轻度的防御的这样一个定位吧。LT 就是它的这个定位的系列名字了，就它没有任何 Gore-Tex 的磨材料啊，大家看到它只有防水压胶啊。在这期影片呢，我就不做专门的上身了，因为其实这些衣服我都穿了好一阵子了，大家随便在我任何一个社交平台往前翻都可以看得到它的上身状态怎么样啊。我当然也会贴一些图片在这里，但它的上身效果还是很好的。不过这条裤子我稍微买大了一点点，不是很合我的腰围啊，所以我穿它次数其实并不多。然后并且 Vans 的裤子可能大家看他们官网的 logo 也知道，就是挺修身的，基本上没有太宽松的剪裁啊。所适合的人群基本上都是那些瘦瘦高高的人，但对于我个人来讲呢，我不希望我穿衣服的视觉效果看上去更加瘦了，所以我就会尽力的避免去穿这种剪裁特别瘦的裤子，就是我穿这条裤子显得我的体重更轻了，这是我想避免的情况，所以我就没有怎么经常穿这条裤子，还是很好一条裤子，剪裁很舒服，然后上身效果其实也很好看，如果是合适尺寸的话，并且口袋的设计也很舒服。其实我当时跟这几件一起买的还有另外一件。算是也是挺出名的，他们一个定番款式就是那件 Blazer LT、那件西装外套、但是无奈也是 M 码，我当时以为、大概都是外套，可能这个码数不是很合身也没关系吧、结果那件西装穿上身就真的不行，不像这几件、Jacket 它的码数差一点点，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就还挺 casual， 看起来挺舒服的。那件西装不合身就真的是不合身，肩线的位置不对，收腰的位置也不对，然后衣长也是，就反正各个方面都不对了，看起来就不是我的衣服，然后我就把它出让给我朋友了。所以就是他们的这种、正装或者说传统时装、男装的这一方面的一些基础款的单品呢，大家还是尽量挑合身的款式，才能演绎出他们想要演绎的那种效果。当然如果你就倾向于穿大也 OK， 是你的选择，你自己的习惯。并且我觉得还要多废话一点，就是我是真的不太习惯 Vans 他们自己官网的那些模特上身的照片，就真的怎么说呢，我能理解他们想要传达的概念就是很冷淡，很性能感，工业化的这种标准，模特就真的只起到了模特的作用，就没有把单品的那种氛围感上身的这种使用场景去表现出来，他拍的有点太过于艺术化概念化了，好看是好看，然后非常整洁，非常干净，非常的锋利，就很 Vans。 他们的衣服穿在他们的模特身上，完全没有给到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有任何的上身参考的价值，就是我穿上肯定不是他们那个样子。我觉得他们的官网的这些模特照片参考性稍微低了一些，大家不要看他们上身效果去评判他们的单品，其实你穿上说不定比模特好看很多，其实有很大的可能性是这样的。这是我自己这几件 Vans 的一个短期的穿着情况吧。那么关于我自己的这件 Vans 或者说始祖鸟的，我就暂时先讲这么多。我知道我没有讲得很全面啊，各位如果、有其他一些想法或者是疑问也好，或者是一些感想也好，弹幕或者留言随便跟我互动一下，我们可以做一些更多的沟通。穿起来是很舒服，我很喜欢的，然后也会考虑再去回购更多一些其他的款式吧，啊，继续尝试一些它新出的或者是我之前没有尝试过的一些型号。那当然我也不仅仅局限于只买 Vans 了，我也有一些正常民鸟的一些单品，像这条 Kristen 的 Shorts 这条短裤我觉得也不错，最近想穿，打折买也挺划算的，就三四百的样子，防护性正常的防水坡该有的都有，然后腰围是刚刚好，连腰带都不用系，偶尔慢跑或者是徒步一下啊，口袋够多，然后东西放进去不会乱晃，然后基本上也不用再另外背包了。所以我把每样单品的名字呢也都会打在屏幕上，就大家不用在评论区再问我了，尤其是货号我真的记不下来这么多，对应不上，其实你搜名字基本上也能找到，就算你找不到我这一件的同款，现在当季的新款其实应该也是有的，因为我这边好几件基本上都是他们每一季的定番都会出的，只是每一季的颜色不太一样，但我估计应该也比较少人会选这个粉砂岩的颜色吧，就它也还有点难搭，但确实挺好看的，就比起之前 Tasuga 在上任这一个、设计总监的位置呢，在之前的 Vans 都是比较黑白灰，然后比较的沉闷，有点过于商务了，这也是为什么很长的一段时间人们对于 Vans 的刻板印象都是那种中年大叔、商务精英之类的这一种，但我觉得他们现在慢慢想往年
轻化的这个方向走，其实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尤其是最近的几个联名我觉得还不错。然后我前一阵子看到他们的 Instagram 上有发布21年的秋冬季终于出女装了，就是真的很好。无论是成立这么多年来，终于现在开始有女装线了，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然后在去年底的时候，不是跟 Palace 有一次联名嘛？但是那一次联名，其实我觉得并没有把双方各自的特点表达出来，就是混得有点四不像的感觉啊。但是接下来有一个联名是我挺喜欢的，就是跟一个创意单位叫 Greater Goose 联名啊，他们是用 Willis 过季的一些旧的库存，然后还有过保的一些旧的产品去做一个二次创作，有点 remake 的这种感觉。It doesn't make sense where it came from.相关的一些资料我会贴到画面上，我还挺感兴趣的。然后好像接下来不久就会发布，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觉得挑一两款自己喜欢的尝试一下啊，未尝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虽然它不是 Valence 啊，它只是普通的民鸟，没什么大碍。我觉得 Valence 是对于民鸟的一个都市化的改造或者说升级吧。我并不觉得 Valence 会是民鸟的一个底下的副线，我反而觉得它是一个另外的高端精品小众更加精英的这样的一个方向。虽然说他们算不上一个真正的潮流品牌，我当然买这几件我也不是为了觉得它很时尚很潮流我才去买，我是觉得真的喜欢他们的工艺，喜欢他们的剪裁版型，喜欢它的这种功能性能跟我日常的生活搭得上，我才会去购买。所以这也是我挑选服装的几个要素吧。像我之前的那一个影片也会有问到我对于服装这一个评判标准的排序。当然我知道我这期影片呢其实是讲得非常片面，因为我也没有打算说做一期百科大全一样的 Valence 或者说是始祖鸟的这样的影片。我觉得其实网上有挺多人做过的，我没有必要再去重复别人说过的话，就只针对自己的感受做一些分享，我觉得也挺足够的了。然后未来呢可能还会再看看他们有什么新的款式适合我的，如果有再入的话呢会再继续跟各位分享。那么这就是我简单的对于我这几件春夏季的 Valence 单品的一些使用的感受和体验呢，希望对各位有帮助吧。那这就是这期影片所有内容了，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希望你给我一键三连。那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记得点下订阅了，我是 Rock，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